OK，那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啦。我刚刚就是简单问他一下，但是我这边应该是要解释比较清楚。我讲 F 栏哦，我并没有讲 F 栏的第几列，所以如果再加上第几列，他应该会知道说 F 栏的第几列哦。那我跟他叙述说，我希望请你帮我产生一个 Excel 公式，然后开头为09，然后这个打错，应该再串接 F 栏。F 栏的什么了？所以 F 栏指的是这个嘛？有没有 F 哪一栏嘛？就 F 栏这个。有没有？然后的电信业者，那不过可能比较精确跟他讲说 F4 啊，他可能会公式会比较正确哈、哦。所以呢，我跟他讲 F 栏的电信业者，然后中间再加一个减号，再去串接 G 栏，然后在中间再串 H 栏。OK，他就帮我把公式输出了，这样理论是没错的，但是缺一个就是如果后面的末码有没有门号的区码跟末码是这两个有没有？要补零的话，所以我就叙述一下说，那如果要写乘上题啊，因为它漏了那个什么要补零的这个部分，所以后来他就再跟他讲乘上，如果 G 栏跟 H 栏要三码，要显示为三码，所谓的三码就是三个字的意思啊，然后他就帮我用 test 啊，不过 test 的话呢，如果我假设说我不要用 test 哦，我要用什么呢？请你用那个 REPT 与 LEN 的话。你会发现啊，他还真的会耶，有没有？他最后解出来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来试一下，其实公式的话，你把它复制贴过去，应该是符合我们要的啦哈。那他的，而且甚至他还帮你说明一下哈，他说要补那个 REPT 要补足够零哈，然后他是用什么呢？他这边还讲说，先用 LEN 的哈，用这个呢去判断说到底有几个字。那当然用三去减，就是说一定要三个字嘛，然后再去重复几个零的意思，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公式是没有错误的啦，所以理论上ChatGPT 是真的可以帮上忙哦，我觉得，当然不是只有公式哦，VBA 都可以哦，所以可想而知，但前提你要懂得跟他 talk 啦，简单打几个字嘛，OK 表达你也不用表达得很，有些打错字他好像也会知道你在你的意，他会避开，像我刚刚打那个在。打错一个字，它也没有影响哦。好，这个其实辅助 OK 了哈，所以这个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哈。那如果我们自己要来学打这个公式的话，怎么做？当然，第一个你要学会这个 REPT 嘛哈。所以呢哈，虽然 GPT 可以辅助啦，可是我觉得你基本功夫还是要有，比如说至少你要知道公式如何下，然后怎么样去把公式放在应该对的地方上面哈。那如果以这一题来 REPT 插入函数的话，我们先用文字类的 R 开头的话，它一定是在按照顺序嘛 REPT。那当然我跟各位讲过哦，其实函数有250几个啊，而且还会增加，所以以后的话你要学习不是学习去背这个函数啦，而是你要知道该如何使用它的方法。所以插入函数嘛，那我的习惯用类别，但如果你假设不知道哪个类别哦。你可以先找找看，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找全部也可以啦，全部里面的 R 开头，那你只要点这个 REPT 底下会跟你讲说你需要几个参数，哦，它需要两个参数，然后呢这个函数呢它能够做什么？哦，它说依照指定的字串，字串就是字的意思啊，哦，然后呢重复几次显示，应该可以理解吧？哦，OK，然后呢，所以呢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的话呢，那我要重复这个星号。所以 test 的话一定是文字，哦，所以我指定给它星号。那你可以看到前后有双引号的话呢，表示它是一个文字啊，哦，这个很重要哦。CE 的话指的是这个嘛，它把这个东西带过来。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的前后有星号啊，不有那个啦，双引号。如果你看到资料前后有双引号的话，它就是一个文字形态的资料。那你说？有这个跟没这个有什么差？有差非常多，10万8千里啊！没有的话呢，它就不是一个文字哦，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接下来的话要重复几次啊？重复的次数的话，当然你可以给它了。不过如果我希望从销售量去产生的话，那你现在点158，它会出现158颗星，所以你按确定一定158颗星太多了，底下会显示嘛哦，所以应该我们满100。所以除以100就可以了。那除以100之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哦，它得到的结果就1.58。那星号没有小数点，所以它会自动把1.58拿掉。
所以得到的结果是一颗星。OK，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那就会得到一颗星的结果。好，那这样目前我们就把公式做出来了哦。你会发现公式在这边呐，有没有公式？但是呢，待会底下的这个销售量，我希望向下填满哦，它会自动帮我全部算完哦。所以特别注意哦，这个自动填满的意思就是说哈，其他底下的储存格比照上面的公式办理。哎，所以哦，我们如果按确定的话呢，哈。当然呢，你会想说，理论上应该这样没问题。可是哦，你向下填满，它会出一个错误。哎，奇怪，为什么变这样，而不是变两颗星、四颗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只要向下填满哦，你的 C1 它会变成 C2。哎，那其实 C1 是什么？是星嘛。那应该 C1 的一应该不能动啊，因为你向下填满，它如果变 C2 的话，变成什么？等级两个？不对啊。所以理论上哦，下一个什么变 C2 不能动哎。如果你假设你现在向下填满不要动的话，很简单，请你在一的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这样的话呢，它向下填满哦，它就不会自动由一变二了哦。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加这个钱的符号非常的重要哦。然后打个勾，向下填满，那这样答案就 OK 了，有没有？哎，哦，所以要把这个公式做出来哦。第一个啦，哦，这个可能手笔啊。如果你假设哦，你说老师这个公式我一直打出，一直有问题怎么办？没关系，云端白板哦。所以再来的话，可能你要注意一下，云端上面有讲义，我是放在云端白板里面。你找到第一个单元的第一个这个什么有没有文字与资料函数的程式码？那我会把公式跟程式码都放在云端上面啊。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找相对应的答案的话，那你其实是可以找到云端上面哦，记得云端白板啊，其实云端白板就是云端讲义的哈。然后你打开之后呢，这边就有答案了。那刚刚的这个公式在这边，有没有？那不过你会发现这个公式多一个啦，INT。哎，那你不加 INT 跟加 INT 哦，答案其实一样啊。那你说 INT 加在哪里呢？加在这个 number time 啊，这个公式外面如果再加一个 INT，然后前括弧。再加一个后括弧，那有什么差别哈？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外面包一个 int 函数的话，它后面的答案本来是1.58嘛，有没有发现它现在变多少？变一了。也就是说呢，int 这个函数哦，它主要的目的哈，就是把你计算结果呢，只取到整数位就 O 而已啦。OK 哈，所以 int 的话，实际上就是取整数的意思。不过以这一题来看哦。其实不加也没关系，因为加了之后其实也没有影响啊。所以如果以这一题来看啊，要是我的话啦，我比较偷懒，我可能就不加 NT 哦。所以加跟不加当然都可以，两可了哦。OK，试一下哦，这个 REPT 部分，好、哦，向下记得哦。关键的地方可能比较要特别记得注意的部分，就是一的前面呢要加上钱的符号。OK，这个可能一定要学会哦，不然的话以后你一定会遇到问题哈。哦那第二的话就是 LEN，LEN 切到 LEN 的页面，那这上面的话就是算身份字号呢，到底它的字数对不对？那怎么知道？很简单嘛，你就切到这上面这边，LEN 嘛，哈，那你可以看到 LEN 里面不是有插入函数，哈，这边不是一样文字类里面有个 LEN。哎，那 LEN 这个函数哦，你也不要急着按确定了，因为它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哦。它这个函数的使用方式哦，第一个，当然它只有一个参数，所以你只要跟它讲一个资料，什么资料？文字。那顾名思义哦，它就是会帮你算几个字，把几个字的结果传回来给你，所以它会传回文字字串之什么字元个数啦。OK，这应该看得懂吧？OK，按确定。然后呢，把你要给它的文字在哪里？身份证号。有没有给他？所以你会发现哦，他把这个文字放到里面来，那你看后面这边有没有，就会是一个文字串，前后一定有双引号了啊。你说老师，那里面有数字哎，啊还那当然，如果你数字跟文字夹杂的话，理论上他就把你当成是文字来处理，OK，然后他帮你算1、2、3、4、5、6、7、8、9、10，哎，10个字就出来了，
有没有按确定呢？它会把这个十呢丢到这个长度里面啊，所以其实就是把答案告诉你就对了哦。好，那如果我想知道这里面有没有错误的，你向下填满就知道了，有没有？哎，有两个错误了。所以如果你向下验证说你在某些资料的范围有没有出错误的话，如果是一定只能10个字，可是却出现11个字的话，那表示哈，这个资料是有错误，你可以把它剔除，重新再去检查。OK 啊，当然就不需要人工了，不然以前怎么算？用眼睛算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10个字，一二三四五六11个字，嗯，怎么算？对不对哈？所以有的时候呢，电脑可以帮忙的，那当然一定要用电脑来算嘛。OK 哈，那再来底下当然有别题啦，比如性别，哎，性别怎么知道？那因为这个台湾的身份证号码第二码哈，其实就是性别，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会需要用别的函数。第一个函数叫 MID，MID，哎，MID 就是取中间的资料，它取一个字。第二个函数的话就是 if，所以这一题比较难，要两个函数串一起。第一个是先把，身份证字号的第二码先取得。然后第二个的话，再做逻辑判断，逻辑判断就用 if 哦。OK，这个可以自己试试看哦。那其他的话，像 let，let 顾名思义嘛，就取文字里面的前几个字，有没有 let 左边算哦。所以如果要取4个字的话啦，当然这边可以插入函数，然后一样文字类哈，用 left 这个 let，然后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的资料在哪？在这里，字串在这里啊，3727176，我要前四个就3727的话，那给四就可以了，有没有？3727。但是呢，特别注意哦，这个资料回来的话，哦，它是文字哦，所以呢，虽然你按确定看到的结果是4个数字哦，可是如果你拿它来做计算的话，会出问题。好，特别注意怎么知道啊？因为这个后面记得前后有双引号，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哦。那向下填满的话呢，当然它一样会抓到，可是我要只要两个字的话，你可以把向下填满这个后面的公式哦。改成二就可以了，按确定。哎，有没有？就两个字了。然后其他的话，还有这个，如果要，它的什么呢？称呼，比如说，我希望他取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再由性别把它判断出到底是男生女生。如果是男生的话，就吴先生；如果是女生的话，就张小姐。嗯，那这个结果要怎么？所以这个地方哦。我希望帮我产生一个公式，哎，这个公式的话就是前面是姓，后面的话是他的先生还是小姐，哎，所以这个的话也是要两个函数哦，前面是 left 取一个字，后面的话就 and，然后后面再加逻辑哦 if，哎，所以这边也要用 if 哦，如果可以的话试试看吧，OK，那 right 一样啊，这个就比较 right 就取。哎，右边算过来就尾巴哈，算过来，这个我想请各位试做看看。所以呢，如果我知道这些函数的使用方法哈，我希望把它串在这里的话，那当然我可以怎么做呢？等于09，有没有？然后 and，有没有？然后先跟他讲说哦，我要09跟什么？跟这个电信，那他会把 F4 加过来。那你当然不一定公式全部打完，你可以先打勾看看。哎，有没有0911嘛？然后后面还有个减号，所以再一个 and，再一个减号。那记得呢，如果是串文字的话，一定要 and 什么字，前后一定要前后双引号，有没有一个减号？然后后面再一个 and 什么了？and，当你如果给八四的话呢，它变成减八四。不过不对啊，应该前面有个零嘛，哦。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在前面补一个零，可不可以？补一个零，然后记得哦。一个零，然后加在这里，有没有？所以我就这边再补一个零的话，084。可是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会有个问题，就向下填满变成有的对，但是有的变成多一码了，有没有？应该3码就变4码了，不对，所以你不能自己补，那怎么办呢？你变成要做一个逻辑判断，判断什么呢？判断这里面的字哦有几个，然后里面只能有3个字，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怎么做？那当然，刚刚 ChatGPT 有给你一个提示嘛，用三去减，
三减掉它里面的字数，比如说里面如果两个字的话，那三减掉二，那不就一吗？就补一个零就好了嘛。哎，那补的话就用 REPD 去补，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哦。好了，那今天的话，因为第一次上课了哦，所以开个头。那后面其实就类似像这样的题目，我们就是按照一个问题，你去把一个答案给做出来。那答案的做法就是公式，还有 VBA， 好，所以后面有 VBA， 我们要写程式更快。好 ，OK， 所以回去的话呢，有时间可以不妨熟悉一下。那如果你假设担心自己会比较跟不上的话，可能自己再预习一下吧。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可以自己视情况加到论坛吧，然后把前面的影片看过了哈。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试试看 ChatGPT， 我发现 ChatGPT 真的好用，比我想象中的厉害。OK， 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哈。那下一次上课我们就要开始哦，就是进入到那个这个练习哦，所以每一次记得做完作业一定要存档哦，存档要缴交作业，我会在 Moodle 上面开作业区，你们再把它缴交就可以了哈。OK， 那今天先到这里哦。